前年张惠妹承认与职业篮球队员何守正分手后，去年二月张惠妹被曝与离过婚的冠军调酒师 Sam 相恋，随后两人的恋情正式浮出水面。即将踏入40岁的阿妹不惜至重金1500万元新台币投资位于台北市基隆路的 Alight 夜店，与调酒师男友共同打造爱的结晶。据悉 Alight 走的是高档奢华风，光是酒类收藏就高达2000万元，门禁管控森严，店内设有秘密通道，目的是为让阿妹与亲友及日后接待明星贵宾的 VIP 招待所更隐秘。开幕当晚，阿妹与男友 Sam 大方现身，身材已经有些发福的阿妹难道不躲镜头，心疼昭告天下小两口事业合作成功，爱意也正浓。